9月21号星期一的鳄鱼谈，我不知道各位网友有没有打网球这个习惯，或者有看打网球的这些比赛呢？老鳄年轻的时候都很喜欢看网球比赛，其中知道呢两个球手之间猜波啊、发球啊、上网拦截啊、kick lock 的嘢呢，有一些时间呢就好容易犯咗一啲嘅错误，而呢啲嘅错误呢就叫做 unforced error 啦，就唔係衰人嘅，而係衰自己，因为自己喺压力之下令到自己犯错而打出呢啲嘅 unforced error 嘅时候呢，分分钟就好鸠肉烧而笑大方，令到自己就丢你老母抌撚烂块拍嗰啲呢，即係好撚猛整嘅咁撚嘢。咁啱啱呢就喺呢一排呢，喺呢一个台海里面呢，你会见到有一啲嘅事态嘅出现呢，完全呢就是因为有些撚樣呢就是抵不撚住一些的压力，自己就屌你咪频频犯错，做出好撚多的 unforced errors 出嚟。而啲 unforced errors 就贻笑大方，笑死街坊，係咪肉酸到冇人有，令到自己呢就颜面无存。咁讲緊嘅当然係呢一个柒碌嘅冚家產中华人民共和匪国，中共呢班咁冇撚蛋戇鳩仔白撚痴低智商屌你老咩無啦啦整達啦嘅低能兒童。咁呢啲嘅低能兒童呢就係屌你老氣量小、智商低、心胸狹窄、眼光短淺、賓州短、春代大，屌你老咩燒一燒佢呢佢就辣著。特別係一啲嘅敏感議題呀，淨係一個嘅地方佢哋掂親佢嘅死穴呢佢就癲鳩晒，就屌你老咩亂嚟嘅，就呢一個嘅台灣嘅呢一個嘅問題，同埋呢一個嘅一個中國嘅問題，只要一掂撚到呢一個底線呢，就屌你老咩就好似一個處女咁樣，唔覺意俾人掂撚到佢一啲嘅敏感嘅地方就發撚晒花癲，屌你老咩黐撚曬線啊，亂撚曬龍啊，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呢，如果要同中共呢就屌你咁立心激鳩佢玩鳩佢班依家冚家產呢，喺呢一個嘅台海問題裏面啊，台灣嘅呢一個變為一個獨立嘅呢一個嘅國家呢，呢啲嘢就觸動撚佢嘅神經死穴之點，即刻就拉著，即刻就屌你老母上頭，即刻呢就屌你老母就做撚啲好撚多嘅戇鳩嘅事俾人恥鳩笑。咁係試完你知乜撚嘢呢，咁大家都知道啦，被中共視為一個台獨之父的長人李登輝，啱啱咧就90多歲就蒙主寵召就離開咗依一個世上啦，完成咗佢喺依一個嘅推動台灣去一個嘅民主依一個嘅進程之路上面一個嘅重要嘅依一個嘅歷史時刻。咁啊，依一位嘅偉人咧就係離開咗依一個嘅世上，亦都多得到世界各地啊好多唔同嘅政要咧啊，得俾佢一個嘅 respect， 希望可以喺佢告別喺依一個世界上面咧出席佢嘅喪禮對佢致上一分嘅敬意。咁而喺呢一個嘅台灣嘅一個好嘅盟友，包括呢一個嘅日本啊，同埋呢一個嘅美國咧，亦都派出咧好撚高嘅呢啲嘅彈數嘅人咧，係出席呢一個嘅李登輝嘅呢一個嘅喪禮，包括啦呢一個日本嘅前首相啦，咁同埋呢一個嘅美國咧，更加喺歷年以嚟咧派出最高檔次嘅外交人員咧，就係出席就呢一個嘅美國嘅國務院嘅呢一個嘅次卿啊，呢一個嘅 Keith Crutcher 嚟出席呢一個到訪呢一個嘅台灣。咁啊，去到台灣之後呢，咁其實就當然啦，醉翁之意就不在此啦。今次呢一鑊嘢就正宗喪事當喜事嚟辦啦。點解呢？因為當中裏面呢牽涉咗好多呢關於台灣嘅未來嘅喺國際上面嘅定位，同埋台灣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嘅重要嘅一步。美國亦都派出一個非常之高檔次嘅外交人員呢嚟摸一下蔡英文嘅底，睇下蔡英文嘅取向會係點樣，睇下台灣嘅朝野係咪真係好撚想同呢一個嘅美國結成呢一個嘅鐵打的交情啊！屌你老尾，重拾呢一個嘅堅定不移嘅呢一個嘅抗中嘅呢一個嘅夥伴嘅關係。咁啊，蔡英文喺佢嘅官邸裏面咧，就設宴要招呼呢一個嘅 Keith Crutcher。咁啊，招呼呢個 Keith Crutcher 同時之間咧，有一幅相咧就露撚咗端倪，就係蔡英文咧就係當中咧就係邀請埋呢一個台積電嘅老闆啊，呢一個嘅叫張忠謀啊，同佢一齊啊就係食飯。
影相傾偈咁樣。其中有一張相咧就非常之有呢個嘅重要一個嘅指標性嘅啟示，就依個張忠謀咧就係企撚咗喺依一個嘅 Keith Krach 同埋依一個嘅蔡總統嘅中間。咁啊，即係意味住啲乜撚嘢咧？咁啊，大家都知撚到啦。而家係依一個嘅晶片嘅時代，而家依一個嘅華為嚇係咪啊？屌你老味，當美國佬禁運晶片俾佢，屌你老味，佢底裝裏邊喺台灣裏邊搜索翻嚟嘅依啲嘅屌你老味嘅晶片，得翻1.2亿顆依啲嘅晶片啊，用夠。完之後咧，佢就屌你老味，以後都唔撚知點樣揾啲晶片出嚟啦！啊，刮痧都冇一塊，咁唔知點樣去再生產一支高智能嘅手機，咁就真係認真啊，真係含得撚橡皮糖啊！嚇，壽終正寢啊，去緊一個嘅中路啦，冇撚曬啲晶片，咁點樣搞啊？就好撚危險。咁大家都知道，台灣雖然一個寶島，但係細細地嘅地方，佢喺依一個嘅高科技嘅技術，一直真係都係領先喺國際裏邊嘅依啲嘅牛耳。但係台積電咧，即係喺依一個嘅生產嘅供應鏈上面咧，仍然咧就係有一啲嘅廠房咧，仍然係設喺大陸裏邊，係好依靠於大陸咧，就係供應某一啲嘅原材料啊、supply 啊。或者 whatever 咧，就係令到成塊晶片咧加工完之後咧，得以咧可以輸出去其他嘅唔同嘅買家啊、廠商裏邊咧嚇，為佢哋附上呢啲嘅晶片咧，製造一啲嘅高科技啊、高智能嘅一啲嘅唔同嘅呢啲嘅電器嘅。咁好啦，咁啊美國呢一鑊嘢同佢嚟到呢一樣嘢嚇，大家咁傾偈影一張咁嘅相，其實當中呢一個嘅曲點樣去解讀咧？首先就係當然台灣就歷年嚟以嚟啊，一直都俾啲冚家產中共嘅冚家產死撲街，民工冇客係嘛？屌你威逼利誘係嘛？屌你又滲透，屌你老尾嚇又引佢哋就屌你老尾投誠係嘛？同時之間不斷矮化台灣喺呢個國際上面嘅地位 ，WTO 唔撚俾你入 ，WHO 又唔撚準你旁聽係嘛？所有大型嘅活動就屌你老母一定要加個中國字，可以後邊有個台灣兩個字。極羞辱之能事，在不同的大學裏面講撚到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是屌你老母是一個嘅 province， 邊撚個辣撚著佢就屌你老母冇撚問行，冚家產邊一間嘅航空公司啊，你嘅 airline 裏面嘅 destination 個台灣兩個字獨立咁樣出，你就不撚使旨意派你嘅飛機入去依一個嘅中國嘅領空裏面咁撚樣搞一陣，不停將台灣矮化，將佢變撚咗國際上面嘅孤兒仔係嘛，好多嘅一啲嘅重大嘅議題都冇份佢參與。唔好谂忘记啊！台湾系近差唔多近3000万咁捻大嘅呢个人口嘅国家嚟嘅，佢哋嘅屌你老尾吓喺个世界上面绝对唔捻系屌你老尾冇呢个参与嘅份儿啊！而台湾喺今次一个嘅中国武汉肺炎嘅疫情之下，亦都打捻咗一场非常之屌你老尾漂亮嘅一仗去抗疫啊！亦都台湾 can help 啊 ，Taiwan can help 啊 ，Taiwan will help 系嘛？即系喺个国际上面。幫到好多唔同嘅國家去抗疫，得到社會上面、國際上面嘅唔同嘅 players 嘅尊重。咁好啦嚇，而家今次過撚到嚟啊，中國同美國嚇，屌你老尾反撚咗台嚇，依一個嘅冚家產兩方嘅關係咧就跌撚到歷史上面嘅新低點。但係美國同台灣嘅關係咧，依一鑊嘢咧就調翻翻轉頭嚟行，又行翻上個歷史上面最熱切嘅一個嘅友誼嘅依一個嘅熱點。咁而今次派撚到依一個咁高彈數嘅外交部嘅人嚟，究竟台灣係咪屌你老母重新會同美國建交？又或者台灣會被美國視為一個獨立嘅國家？嚇，即係咁樣就觸撚動咗中共嘅依一個嘅死穴，兩個中國，哇！咁咪撲街冚家產嗱，其實個關係就好撚簡單嘅啫，大家屌你老母！如果要了解咧，就係好似一個非常之偉大係嘛？屌你紅豆豆氣宇軒昂，又揾撚到錢，又靚仔，學識又高嘅依一個個男性，同時之間咧，佢有兩條女喺身大婆同二奶咁樣嘅關係。咁啊，依一個嘅大婆咧就屌你老尾，就係唔撚中意依一個嘅屌你老尾嘅男性咧，就係收埋依一個嘅女朋友啊，唔撚準佢同眉來眼去。總之你對內對外，你都要同你講，你就係得一條女嘅啫，得一個老婆。屌你老尾，全世界都唔撚準承認依一個嘅女人嘅地位。好撚屌你老母！成件事中美台三個關係就俾我感覺就係好撚肉鳩酸，一啲嘅死纏爛打嘅男女關係，冇撚嚟大方，屌你又怕失去咗個老公，又怕失去咗依一個嘅大婆嘅地位，總之拖拖拉拉，屌你老母堂堂大國，成班咁啊木嘴搞撚到自己八婆咁啊撚樣，睇撚落去到都火撚滾，咪有鳩佢去屌你老母溝女咯，有鳩佢眉來眼去咯，你自己係屌你老母珍惜依一段嘅感情。珍惜呢一段嘅友誼，你就唔好搞咁撚多嘢破壞，將個老公拱撚咗出佢門口，投靠嗰啲一個二拉
拉嘅懷抱啦。咁而呢一個嘅嚇美國亦都今次真係揾翻佢嘅小情人台灣。咁啊，但係當然你都諗下啦，我離開咗屋企咁撚耐，究竟你呢個小情人係咪對我忠貞不二嘅咧？唉，屌你老尾，會唔會俾一啲嘅感覺我真係重拾呢一個嘅愛情關係，大家可以再情投意合，眉來眼去，共偕連理？屌你，如果係咁撚樣嘅情況之下，我大寶我理佢四婆啊！我梗係以後都唔會再揾佢啊！我同你就相足相妻。但係咁你要俾翻啲誠意嚟睇下先㗎啦。咁即係點啊？吞精即愛情，咁你梗係對我啊？點啊？老尾啊，梗係要俾翻一啲嘅投名狀我，對我真係要千夫啊！依一個千依百順做翻啲嘢嗱，比較粗鄙咗嘅比喻啊。但係咧就係大概以上咁嘅解釋都係咁撚上下㗎啦。咁啊，台灣當然咧就係要俾翻啲嘅誠意美國，美國要保護你，美國要個保護罩罩夠住你，美國要屌你尾俾支援，美國要帶翻。你去见大台，承认你的地位，见咁捻多嘅四叔伯啊、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大妈啊，带翻你去个国际舞台上面。喂，大佬，你唔好捻谂下，系要屌你老尾唔捻使钱好喎，老友记系咪啊？一定要付出翻一啲嘅诚意出翻翻嚟。咁而今次呢一个嘅台积电嘅老板就夹捻咗喺呢一个嘅美国嘅次卿同埋蔡英文总统中间。咁有人咧就 stipulate 咧，就好大程度上咧美国。最想見到嘅嘢，就係、是、希望呢一個台積電成條嘅生產線可以搬撚咗去美國，上游下游全撚部都喺美國。咁點解要咁樣做呢？如果佢生產嘅晶片直接喺美國本土裏面去屌你老母 produce manufacture 咧，咁世界上面有啲咩撚嘢風吹草動？台灣同美國同中國之間屌，就算係將來點撚樣行落去，只要台積電嘅廠房。唔撚再喺中國，台積電所有呢啲嘅加盟嘅 supplier 全部都喺中國裏面抽翻佢哋嘅廠房，撤出中國，去撚到美國裏面製造呢一個新廠房，無論製造到就業，同時之間最緊要生產出嚟嘅高質素、高科技嘅晶片。第一，技術唔怕屌你老尾喺中國裏面俾人偷鳩咗，又或者突然之間行政嘅手段利用呢啲嘅 pass 啊，呢啲嘅資源冇諗辦法再去撚到下，再作組裝裝嵌去生產其他嘅晶片，等到佢完整咁樣去出台。咁可以喺美國本土生產咗之後咧，整體嘅嘢就係非常之一條龍之餘，亦都係安全，唔怕高科技外泄。咁而中國就只有屌你望門輕嘆，睇緊住啲晶片源源咁樣去其他嘅西方國家，而佢冇撚份參與呢一趟嘅啊分一杯羹啦。咁所以呢一鑊嘢過去就係摸底，過去就係了解清楚究竟台灣呢啲嘅生產商，佢哋會唔撚會屌你老尾，全力咁撚樣去美國去靠攏，撤離中國搞翻清楚班撚樣，唔好撚屌你老尾身在曹營心在漢啫！屌你老尾同依一個中國眉來眼去，又話屌你扮撚曬同我嘅 friend， 咁喺依一鑊嘢，蔡英文總統梗係要 make sure 依一樣嘢係會希望可以發生得到，或者希望俾撚到個誠意出嚟，又或者點樣喺美國裏面拗多啲嘅依啲嘅著數，令到雙方嘅依一個嘅合作咧就可以繼續咁樣去穩固落嚟啦。咁啊，同時之間咧嚇依一個嘅。美國嘅駐聯合國嘅依一個嘅代表，亦都係同依一個台灣啊嘅一啲嘅代表官員咧，就亦都出席咗一啲嘅會面啊。話就話不見人嘅會面，唔知點解又漏撚咗風聲，俾人影撚到相。而依一個嘅台灣嘅依一個嘅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嘅代表，依一個嘅蕭美琴啊，喺佢個 Twitter 裏邊咧，就唔知點解又突然之間改咗佢個 title， 就寫撚到咧就叫台灣嘅駐美大使依一個嘅 Ambassador of Taiwan 喎。哇，咁撚樣依一樣嘢咪拉撚到屌你個尾嚇！中國啊、中共啊依啲嘅神經嚇，即刻就黐鳩曬線，係咪亂撚曬同狂叫？咁而依一個嘅當然咧，中國嘅喉舌、中共嘅走狗，依一隻狗係咁喺度吠，依一隻嘅戇鳩鸚鵡出嚟屌你呱呱叫，梗係依一個嘅環事啊！依一個嘅屌你老母核撚突嘅醜男吳錫俊咧，吳錫俊亦都係講撚到明啦，屌你老母你咁撚樣搞啊！蔡英文你一定要付出沉重代價，大家係咪想開拖？大家唔好撚玩出火，如果玩出火，中共就屌你老母一定咧會擊敗你哋嘅美軍同埋台灣，亦都會拘捕你哋嘅蔡英文，捉咗你為止一定會發動個戰爭嚟懲罰你咁樣。
咁啊，真係又講多過做啦，係嘛？屌你老尾，永遠都係打嘴炮嘅叻，打飛機佢又叻。咁但係今次中共咧，就的而且確咧，喺依一個嘅美國嚇同台灣嗰依一個關係啊逐漸升級，而美國同中國之間嘅拗撬越嚟多嘅時候咧，佢哋依啲嘅冚家產簽乜柒簽十幾唔知簽乜嘢 number 嘅飛機，不停出動好撚多嘅架次。接近呢一個嘅台灣嘅海峽，喺十八號嗰日咧，佢就派緊咗十八架解放軍嘅飛機飛近呢一個台灣嘅領海區，係嘛？和台灣嘅呢一個空中嘅區域裏邊啦，亦都越過呢一個嘅中線。喺十九號咧就出動咗十九架，咁唔知咪二十號就二十架，二十一號就二十一架，如此類推啦。屌你尾，總之就俾人嘅感覺佢係認真嘅。I am serious, I mean it。咁樣有一個地方，我是來真的，我是揾你堆著間嘅咁撚樣嘅情況，俾人哋一個好撚堅定嘅決心。呢一排中共嘅解放軍嘅實彈演習嗰啲乜海密海裏面咧，就四個海都見撚到佢哋噶。屌你老尾，做依一樣嘢，包括依一個嘅黃海，包括依一個嘅東海，包括依一個嘅渤海，亦都包括埋依個南海，亦都警告啲船隻唔好撚入嚟，唔係中撚咗彈。屌你老，子彈無情啊！屌你唔好話我射撚到你，冇撚唔好要我投，即係屌你老尾講 sorry 啊咁樣樣。咁啊，總之做撚到好撚禮真。甚至無喺依一個中國嘅解放軍嘅微博嗰度啊，亦都出咗一條片，竟然就係屌你老尾，哇！冚家產依一個嘅中共解放軍嘅依個軍六 K 啊，嗱依一架飛機咧就起緊咗飛嚇，跟緊住咧就去咗依一個嘅美國嘅關島裏邊咧進行依一個策略性嘅軍炸，炸撚完之後咧就有十一架依一啲嘅解放軍嘅歼十一嘅飛機嚇，就屌你老尾就～護送佢哋咧，就屌你咩安全咁樣離開依一個嘅關島嚇，翻翻依一個嘅中國嘅腹地咁樣樣。咁啊，哇！大家睇緊完咁撚堅抽嘅你，炸鳩美國佬、日本仔都係去到中途島同珍珠港啫。你炸撚咗人哋關島咁撚遠嘅地方嘅，咁撚把撚炮嘅，屌你老尾！唔夠二十四個鐘頭就即刻俾人踢爆。原來依條什麼嘅殺友界是解放軍起機，屌你老尾飛去依一個嘅美國嘅關島嘅基地裏面炸鳩人哋個基地，炸撚到嘣起冬菇雲，全撚部依啲嘅片段唔撚係依個中共嘅解放軍製造出嚟嘅無疑片段，原來亦都秉承咗依一個中國習近平嘅外交思想，就係偷呃拐騙，就攞撚咗美國好撚多唔撚同嘅三套嘅唔撚同電影，包括 Transformer。包括依一個嘅石破天驚同埋依一個嘅 Hurt Locker， 依個拆彈紅心三套嘅片段，因為加埋埋咧就當撚做自己嘅，咁啊真係嚴重犯撚咗依個偷竊依一個嘅知識版權，冇撚俾 copyright 依三個嘅 motion pictures 嘅 producer， 因為攞撚咗人哋啲片段嚟做。屌你老尾，你做撚到咁撚樣，你話聲俾我聽啊！你同我講啊，解放軍，我有個勁抽嘅屌你老尾嘅手足叫搞貓進。搞貓進剪嘅片響撚曬朵㗎啦！搞貓進屌你老母剪片嘅技術，以前喺亞洲電視裏面屌你老母剪撚到出神入化，求撚其嗰啲嘅爛片，嗰啲乜撚嘢中華英雄啊，屌你乜撚嘢中環四海啊，嗰啲乜撚片，就係經佢條撚樣剪撚到屌你老母嚇，睇撚到啲外國片商濕鳩曬，同亞視買片至苟延殘存得到。你同我講聲，我借下搞貓進俾你剪片啊嘛，柒碌係咪啊？係咪咁樣講啊？即係成件事咧，就真係就滿足曬啊！即係中共呢種打飛機嘅呢一種嘅精神勝利法嘅心態。你係要炸人嘅，你係要兇人嘅，你就好似日本仔咁，聲都唔撚聲，係嘛？就嘣嘣聲，成隊艦隊太平洋艦隊，屌你老母，走撚咗去夏威夷炸鳩人哋嘅珍珠港。屌你老母講撚到出撚曬口，又話要打孖，又話要打柒，喺度屌你老尾嚇人嘅，實情乜撚嘢都做唔撚到，大家都睇穿你台戲啦，大家都知撚得到，只要任何嘅嘢捧撚咗台灣上天，捧撚到有一個嘅屌你老母台獨嘅意味，捧撚到台灣嘅呢一個嘅主權出撚咗嚟，俾撚到佢大家承認佢嘅國際地位，你就黐鳩曬線㗎啦。正宗佛家所講嘅貪身痴你都犯鳩曬。第一，你又屌你老母貪做地球霸主，屌你依一個慾望大撚過春代。第二，人哋掂親你哋又辣著，屌你老母唔撚好頸啊！屌你老母嚇嚇火湧到上頭，遮撚住天靈蓋，乜柒都睇唔到。痴就痴心妄想，以為世界裏面就屌你行你個方向咁樣樣落去。咁啊嗱，教大家一樣嘢，乜撚嘢叫做咧？還飛
就係幻想打飛機。咁啊，依一個嘅中共咧喺金鑊嘢裏邊咧，無疑偷人哋啲片製造咗出嚟，派啲屌你老尾嘅飛機去炸鳩咗美國。依一世佢都做唔到，只有喺一個幻想喺個腦海裏邊屌你老母嚇，製造一啲嘅幻象，滿足佢自己大腦嘅呢啲嘅快感嚟喺度打飛機。瘋狂咁樣打飛機，就算你係超級大確，你都會鐵柱磨成針，係嘛？屌你老味，條賓州仔又撚過支原心筆，冚家產唔好做啲咁嘅嘢啦！正正經經做啲實事出嚟，正正經經話俾人哋聽，你真係想喐美國，係嘛？屌你老味，組織啲軍力，但係你班咁嘅撚樣，連剪片嘅屌 budget 都冇，要偷人哋嘅片。已經話撚咗俾大家聽，你根本就係屌你老母紙老虎、窩囊廢、廢鳩柴，冇撚用，實在太賓州啊！依一鑊嘢冇人幫得到你啊，太鳩肉酸啊！但係可憐啊，喺依個中國境內嗰啲一眾嗰啲嘅小粉紅啊、五毛啊、戇鳩民族主義上腦嘅人就睇撚到好撚嗨，覺得國家會屌你老母同美國開戰。實情已經係死過臘肉，淋得嚟橡皮糖，而佢哋依班咁嘅戇鳩嘅人民而不自知，活在喺依一個嘅幻想裏面，思考出依啲嚇，創作出依啲無數嘅依啲嘅瘋狂嘅性愛嘅行為，滿足佢自己一己嘅性慾嚇，達到依一個嘅精神勝利法。一個可憐嘅民族，一個低等嘅政權，一個戇撚鳩嘅領導人，完美嘅組合，而笑大方，擦出國際，令全世界恥笑你班撲街冚家產。哎，唔好話俾人啲話我啦，成日就掛撚住就踩鳩依一個嘅政府，踩鳩個中共，有冇啲建設性啲嘅嘢俾大家？我醒條好橋你啊，習近平嗱，條好橋就係叫你睇一套戲叫做《賭俠大戰拉斯維加斯》，當中裏邊啊有一個嘅外國嘅製片人，依個撚樣叫做王晶，佢最撚叻嘅就屌你老母啊張家輝咧，就係扮朗拿度，就係屌你老母扮世界盃比賽呃鳩人哋錢嘅。同一個邏輯，你下次想拍條靚仔啲嘅片，就揾阿王晶去做執導，打本俾佢拍條好好睇睇嘅。頂你個肺乜撚嘢嚇？喺空中裏面炸撚咗個白宮去，屌你老尾！然後喺空中裏面射爆依一架嘅 Air Force One 空軍一號，山擒依一個特朗普。球撚旗喺麥花臣球場裏面執條肥鬼，扮撚到特朗普咁樣，然後就俾你老解就夾撚住佢喺個空軍一號嘅殘骸裏面啊，要佢投降走出嚟，咁你啲國民咪嗨撚到爆炸咯，碌柒！